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长老简介：能学长老号元慈，嘉义县东石乡人，16岁时出家，民国44年受比丘戒，民国45年入福严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为人慈悲，佛学素养深厚，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殊胜工作，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昌寺的主持莲学。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较无用，而且经费也有限，所以所讲无遮济。各位若是有啥问题，会使敲电话来问我。咱今日继续来讲这个《楞严经》第50集。即节我咧讲《楞严经》的第2卷，经文就安尼讲：阿难，若明为诸，应不见暗；若何以空为诸，主体者，应不见在。如是乃至诸暗顶上。以为诸者，即以明时见性断灭，云何见明？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佛陀就甲阿难尊者讲啦，讲阿难啊，如果光明时，咱能见的自然造成自己的体性，就应当只能见光明，不能见黑暗。如果或者以迄个空虚啦，虚空作为自然而成的能见的体性。在应当只能见空虚，袂当看到迄阻塞。阻塞就是即个厝内物件、物质啦，像安尼，乃至遐个黑暗顶、遐个相中，是自然所生。能见的主体性，那么在于光明的时，能见黑暗的体性，就应当断绝消灭去。安尼怎么还能够光明呢？还当见光明呢？经文阁安尼讲，阿难言呐，即话我阿难问呐，
彼此妙见，成非自然。五经发明是因缘生，必有未明。自循自来，是其温和，合因缘性。这段的意思就是讲，阿难尊者，就阁请问佛陀安尼讲，讲如果像如来安尼讲，咱会当看物件的这个，自己的真心实性，那确定毋是自然所成。这个真心实性是妙用无穷。光明清净的精灵啊，这体性既然不是自然，像外道讲自然而成的，安尼，我即马家己安尼发明，就是自己诶发觉啦，发觉想着讲安尼毋是自然而成的，真可能就是因缘合合的，啊。所以讲，真心实性吼，是由因缘，这因缘两字无啥共啊。因就是主因，缘就是助缘。啥做主因呢？譬如讲，咱种一粒土豆会发芽、开花、结果，迄粒土豆籽就是主因啦。啊，伊主因若无泥土、压水、肥料、阳光，就袂当发芽、开花、结果。遐水啦、土啦，遐就是缘啦。主因含助缘合起来，因缘才成为迄个土豆的开花结果，安那做因缘和合啊。嘿，所以遮呢，讲安尼讲起来，咱的真心实性。那不是自然而有而生，安尼应该就是主因和助缘所生起来。阮的内心吼，也是袂当入明了啦，所以请问如来，这真正的义理毋知是安怎达到了哈？要请佛陀开示啦，开示讲是毋是？咱的真心实性是因缘所成的呢？经文就安尼讲啦，佛言：你言因缘啊，我何问你啊？你今因见见性现前，此见为何？因明有见，因暗有见，因空有见，因在有见。阿难，若因明有见，应不见暗；如因暗有见，应不见明。如是乃至因空有见，还是因在有见，都袂当看到。因空有见都袂当看到左在，因在有见都袂当看到虚空啦，哈。这段的意思就是讲。佛陀甲就讲，互阿难尊者听啦哈。佛陀安尼讲，你讲灵见的精灵，既然毋是自然而成的，安尼应该就是由因缘因助因和助缘而成的啦，哈，而成起来。
伊即马佛陀主因含助缘分开问啦，哈、啊，讲我问你啦，哈、啊，你即马即个灵见啊精灵是会当看到外尘景象，即灵见啊体性在显现在眼前。这灵见的体现，我问你嘞，是因为有明光明做体现，才会当看到物件呢？还是因为黑暗作为因，才会当看到物件？还是因为空虚？为因啦，即马先问因，确定呾问缘啦，啊，呾当看到物件，啊是因为阻塞物质为因，呾会当看到物件，啊，啊然呢，如果是光明作为因，到即个灵见的精灵，安尼应该。应当都袂当看到黑暗啊！这两款是相反相对的。如果是黑暗为因，就应当袂当看到光明，像安尼呢，乃至虚空暗阻塞。我也是想相同个啊，就是讲，咱灵见的迄个真心实性，那是空虚为因生起，啊，咱应该都袂当看到遐阻塞的物质，啊，那应该，那是咱灵见的真心实性，是因为物质的阻塞而生而有，啊，都袂当看到空虚啦，啊。这四项在变啦，光明对黑暗，嘿，虚空对阻塞，哈、啊，从四项安尼质问就对啦。即马是问讲为因咯，即马过来就是要问讲为缘，因含因含缘无共啦，佛陀分开问就对啦，哈、啊。经文阁安尼讲，复出阿难，初见又复。阴明又见，阴暗又见，阴空又见，阴塞又见。这就是拄仔讲问因，即马来讲问缘啊啦，缘就是助缘啦，哈。阿难，若阴空又见，不能见塞；若阴塞又见。不应见空，如是乃至缘明又见，缘暗又见，相共含这个空含塞相共，都袂当看到相反的。这段文的意思就是在讲佛陀都安尼讲啦，阿难啊。这灵见的体性，就是咱的真心实性，是光明作为助缘到这个灵见的体性呢，还是黑暗作为因缘作为缘到这个体性，大家当看呢？还是因为空虚作为助缘？才会当看到呢，啊，是因为阻塞，这阻塞就是物质啦，摸会到物件，厝啦、树啊、土啦，哈、啊。作为助缘，才会当看到呢。啊，然啊，如果是因为空虚又做助缘，才会当看到物件。安尼，如果空虚。看到物件，
啊，运动到袂当看到迄个阻塞的物件物质啊。如果阻塞作为阻延，大当看到物件，安尼应该的。袂当看到空虚啦，哈、啊！像安尼，甚至光明啦，作为助缘，才当看到物件。安尼都袂当看到迄个黑暗，黑暗作为助缘，才当看到，都袂当看到光明啦。这变来变去，都是四行伫遐咧，咧相对换。这段文拢在讲迄、那个，讲咱的真心实性，毋是主因搭生起，也毋是助缘搭生起的。讲较坦白了，真心实性是真空实性，是空性。空性闹啥物？得爱啥物因缘和好因缘生起呢？嘿，这叫所谓因缘。咱佛经常咧讲因缘，迄是世间一切法物质看得到摸得到的物件，搭咧讲因缘生起。啊，咱的真心实性是真空实性，哪有啥物因缘生起呢？伊也无摸袂到，看袂到，也无物件，要安怎因缘生起呢？这点爱知影啦，哈、啊！世间法是拢因缘生起，啥做因缘呢？讲世间一切事物，万事万物。会生起吼，拢是依靠真侪因缘条件所合成啊，这因缘和合。因就是主因啦，就像讲种物件一个种子，啊缘就是助缘，就是像遐要做遐个种子发芽开花结果的条件，遐遐条件啦，土啦水啦。啊，肥料啦，人工啦，哎，这都要做助缘哈。你若无注意，完了，迄个主因，迄个籽就打打去啊。若无土也袂发芽啦。啊，若无阳光也袂开花结果。若无人工，无肥料，我会死去啊。所以因和缘拢重要啊。为嘛结经就安尼讲啊？诸法非有亦非无啊。以因缘果，啊，生诸法，诸法就是世间一切万法，就是咱一般讲万事万物啦，啊，拢是因缘所生起的，有主因，有主要条件，佮有助缘遐附带条件，因缘合合生起的，啊，只是咱的真心是想是因缘生起，这点要知影。华严经怎讲？一切法皆从业缘得的，观察一切法，色从因缘起，无生故无灭。一切法就是一切万法，佛经咧讲，一切法就是万事万物、宇宙万有，拢是因和缘合合所生起，啊，所以无实在有，也无实在无。无生故无灭啦，无实在生起来，无实在灭，迄是一个幻想尔。该《清密经》安尼讲：，各集诸法有故，众生相故有，是假名而无实啦。诸法从因缘而生者，假有而实无。一切万法。嗯，就是拢因缘加合的一个幻想，无实在生起啦。既然无实在生起，也都无实在消灭啊。《大法句经》《大法句多罗尼经》安尼讲：如来为说一切诸法，从因缘生，从因缘灭。讲如来伫一切佛经拢定安尼讲，一切万法拢是。因缘所生起的幻想，啊，因缘所生起的幻灭，啊，嗯，又搁安尼讲，云何诸法因缘生灭啊？所谓因必果有处，必生亦处生，
必无过处无，必灭过以处灭，必灭以处灭。哎，小医科生起来，啊，都，啊，拄仔咧讲呢，迄无水五谷都打去啊，处灭，无水就是处灭啊，啊啊，迄、那个经济都打去，都必灭啦，啊，啊，处生过必生。有水有落雨，所以五谷会生起来。这就是小医科，因年小医科，这因年好好好得生。咱人嘛呢，有咱的灵魂为主因，还有爸母父亲母血结合做助缘，啊生出胎儿来啊，啊欠一项都无去啊。我本人离开台湾外，等等台湾了。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所以法官每一本拢加翻译白话，到即卖已经翻译142本，每一本翻译好拢印几万本，全台湾逐间大学、逐间佛寺拢加结连。啊，若是在家居士有需要，自然都有寄回。到即卖全世界大陆、东南亚、美国、法国、英国、澳洲、纽西兰，拢定消费来加讨。俺遮闹一点时日都拢。应景上不得卖，还去救济救难，还收几个孤儿，用这两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还继续不断地招收一挂男青女将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弘法立身。嘿，啊，咱遮头前边就是镜头一间，内底有一尊三百担的观世音菩萨，迄是清朝台湾第一护净公主。由南海佛陀山请啦，真正南海观世音各地参拜，拢得到真大灵感。啊，我家己嘛得到真大灵感。我8-9年前，互人误过南海，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已经判我死脉无罪啊！伊阁要继续甲我上诉。我跪在咱三百当观世音菩萨头前，求观世音菩萨爱甲解救。有一人望见观世音菩萨。来，我头壳顶加休甘露水，结果无偌久，真正最高法院就将伊上诉，甲驳回。讲你到即马提袂出人证物证，无啥物新的证件，袂使阁上诉，到这为止。到三审定谳，还我清白。哎，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甲解救的事实。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感谢各位，阿弥陀佛。高察新桥弘誓，恭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新桥弘誓数十年来推动印印白话经册90多本，赠送海内外，另外办有学自修班、修养高理等，培育未来弘法人才，并且办理慈善事业。因为经费有限。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话拨号码：0044858584。户名：新超公司。电话：0763122291。6318391。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弘扬正法，祈愿长老上品上身，早日趁愿再来，广度众生，利乐有情。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疗愈课程古洞花现场教学韩丽红老师教授，日期8月5日星期六，时间下午2点，联络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本课程需请来电报名，以便材料准备。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佛学讲座，日期8月6日星期日上午9点，传授八关斋戒暨蒙山施食，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下午2点佛学讲座，讲题阿弥陀佛48大愿，恭请湛江法师主讲，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